7月17号，正在香港拍摄《变形金刚4》的李冰冰现身中环某餐厅，原来借着拍戏空档。李冰冰约出了近年来有过多次合作的导演杜琪峰吃饭叙旧。饱餐一顿后，李冰冰出门与杜琪峰道别，被闻讯赶到的记者们拍了个正着。还没有，哎，听日揾做《变金刚四》啊？咦，你唔知啊？不知道。这是你的车是吗？是。我先送你来吧。我先送你。你送你，我们有车。拜拜。李冰冰可能没注意到，她当天除了吸引到媒体，还让某过路的香港市民嗨过了头。这位大哥蹭进了李冰冰的镜头里，以后说起来也算是个特别的人生经历吧。